这一次大家的表现，让国人在对体育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多了更多的要求。政府接下来该做的不单是成立一个运动部门，我们要在成立运动部之外要做得更多更好更快。在未来的每一次，我们会竭尽所能用尽方法，把更好的后勤部队行政组织交到每一个人手上，只求你们再为国家缔造这样的荣誉。谢谢我很尊敬的曾总教练，你的稳定从容稳定的所有的军心。我们王建民教练，这是你用的那种几乎撤了战术，把我们的先发跟我们的牛棚那么样精准的调配，我想大家都看到目瞪口呆。这是一张感谢表，我们不用道谢，道歉我们只有充满了感谢。Team Taiwan 的感谢表，我在此向 Team Taiwan 的英雄们致上最高的感谢。我们爱棒球的心超出了界限，掌声。杰宪呢也准备了一份礼物要回赠给我们卓院长，那这份礼物呢就是这次台湾代表队的全队的签名球衣要回赠给我们卓院长。